久。你说上学还是报道？报道是七月六号，对不对？要报道的。报道是七月六号。对啊，报道是七月六号。然后好像会发功课。不会吧？会吧。一个奖状要解释的也题目，不是很多奖状，全部、啊？不是啦，这是毕业的发的，全部那么多。你毕业得了什么奖状？这个、有去当那个三好服务队。什么叫三好啊？三好就是要那个像是警、小警察、小交通警察。对啊，这样讲听不懂。不是说我那么多，就是要你可以把它写下门口要维持交通秩序的啦。哦，妈妈都听得懂。小朋友下课都在那边维持交通秩序。在后面。然后这个是课后班表现优良，他就只会写三个。你做得到？有啊，有做得到。乖巧懂事。哎呀，这个人不好说啊。哎，你同学不是有哪算了？哼，你每个不是要练五遍吗？你们？哎，不要这样那么凶。She picks an orange from the tree, but Snow is not here. There. Next, Lily looks. 什么什么 ？Next. Next. Next. Lily looks under and leaves, but not Snow. Then Lily comes. 这个叫什么？banana. 没有拍照。Comes to a banana tree. She steps on a banana peel